他李云桐什么时候直播？他都不知道在哪儿，都见不着我。打电话给他，怕他嫌我烦呢。李彤，李彤，在吗？他都不知道在忙什么呢，天天在忙。哎呀，好久没见了，也是。李云彤头发多，他跟他拍戏的时候，他经常这样。只要有任何滋儿出来的毛，他就会把它拔掉。睫毛不在一个那个平面上面，他就拔掉。拔的还不是假睫毛，是自己的睫毛。他太凡尔赛了。哇，我说你要有这种小小细毛怎么办呢？拔掉啊，我不怕拔。这样的女人真可怕。拔苗不会助长的，像他们这么拔，呵呵，看着吧，不出一年就凉快了。哦，对哈，我看了弹幕，就是有一场戏，不是在里面跳舞嘛，很开心。然后那个梳的那个头发，穿的那个西装，特别像沈思怡，哈哈，我自己都串了。当时没有太。没有觉得怎样，找的，因为导演想要稍微干净利落一点的，就是焕然新生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刚好就找了一套那样的衣服，然后刚好呢，觉得那套衣服比较适合扎起来，然后就很像沈总，真的，哟哟，头儿来了。送点礼物来，快！送点啥呀？跟我连麦啊？连不？大喜，你脸呢？你这个傻子！哎，我听说你 Q 到我了，你说我锤你是吧？我现在想锤也锤不着你。是啊。你干啥呢？你在傻不拉几的？我在这儿。吃饭呢，你那个我很饿，你是不是也在吃饭呢？你你连搁这麦没有装脸啥呢？吗？你连麦没有脸吗？别傻乐了，闭嘴！我有脸，我现在没，屁，你我有现在脸？没打算好，我现在衣冠不大整，哦，我现在改头呢，没穿衣服。我现是不在是？改头呢，哎，怎么把脸包了？现在改脸头怎吗？么能可不以穿的，衣服我把可以发病脸。呢？我把衣服穿好，快点把脸露出，穿衣服了，大家都想看你的脸儿。啊，我这改头，改头咋的了？你最近好，好可以吗？了，活的？好，一会儿来。哎。等一下，先结束，然后再连。我先练，我先结束哈。好好好，他招来了，一会儿的吧。把我姐，把我妹，把我哥，裸聊，可不敢，可不敢，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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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过年了。彤姐啥时候回来啊？啥时候衣冠整了？彤姐走的第一分钟，想她。是假？我这五六季呀、啊，他这是六季吧？他都知道我，我锤他了。回来没啊？怎么还吓跑一个？确实衣冠不太整，你这花裤子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裤子。我在改头呢。你这是那个桌布剪下来的裤子哈。裸聊即将开始。裸聊。喂。他们想跟你裸聊，你这怎么不听话了？够萌吧？我可以看看。你拍的咋样啊？开心不？这是奶奶衬裤还是什么？我的内衬。你内衬，带防水的是吧？啥的？你的网不？我太。你网不好。啥玩意儿？啊，我来看看，搞不了啊。哎，这个现在卡吗？现在还行，你嚼东西的这个频率。现在卡吗？还可以。真的好卡，不卡不卡，马卡巴卡。我在吃葡萄。哦，我在吃葡萄，特别好吃。嗯，好。我刚练完吃葡萄不吐葡萄。你现在在？我在海南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海南，你不是知道我在这儿拍戏吗？对。流鼻涕了，一看到你我就想哭。你怎么还没杀青呢？我装作跟你很不熟的样子。金老师，你好，金老师，你好。第一次连麦有一点点紧张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谁有你脸皮厚啊？怎么紧张了呢？哇，金老师，啥玩意儿？哇，金老师你好美，第一次见到你本人，哎，真的动起来更好看。金老师，我也是那个。仰慕您很久了，没想到我看上你这裤子了。您可以告诉我这个链接在哪儿吗？我这裤子啊，嗯，我这裤子最近有点那个什么，淘宝爆款，哦，可能没带货了。哦，你今天这播完了呀，这裤子就卖断货了。哎，我是上来买裤子的吗，姐？二一，我给你链接啊。又薄又轻快，然后透气，然后花花也很特别，确实很特别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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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哎，你那边白痴，你那边热吗？哈，哎，我们这样聊，别人不以为我们是个傻子呢。那本来就也不怎么精神啊。哎，你拍上道了吗？现在没上道。导演嫌我声音粗，埋导演想打你吗？想。啊！但是觉得我就是个女的，不好意思下手。我说没事儿。导演，你使劲下手。但我不知道导演是谁，但你给我揍，使劲揍，不用害怕，他扛揍。刚说完你薅头发。我这你薅我薅嗯你还允许别人薅你头发？我说你薅头发。说你自己薅你自己头发，我跟大家讲了，大家都震惊了。哦，我自己薅头发。你有？怎么了？烦你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你变黑了呢？是吗？我今天还涂白白了，涂了一身。你瞎了吧？你是错觉，你觉得我在海南拍戏就一定会黑，我没有。
你是清不凉了吗？我吃了，每天都吃，每天。我们这儿还有蓝色的清补凉，可好吃，什么内容都有，还有鹌鹑蛋在里边放。嗯、怎么清补凉里面还放鹌鹑蛋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怎么放鹌鹑蛋啊？感觉我像吃串儿了，吃到火锅那那去了，那啊谁？你们也觉得我吃饭了吗？正刚吃完。就是直播的时候饭刚好来了，然后就吃边吃边直的。你什么时候杀青啊，孩子？我快了，我很快了，我还有十来天，十来天，我还有一个月，回去见吧啊，等我薅你头发。来 我看看 你这个。啥？你还有一个月？哦，对，我们哦，不行，我们生日的时候你已经回去了，我还在拍呢。你说啥呢？你这卡不卡？你卡？我说我们生日的时候、哦、你已经回去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也看到了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在海南。我可能在。不可以。哦。你聋了，李彤，你聋了。反正我不在横店。哎、你好吗？你好吗？你不仅瞎，你还聋了。孩子、哎，快去医院瞧瞧吧，啊，好不好？我薅头发，我刚。薅你头发，对不起。我头发最近又变多了。是头人。这怎么还能这么变多呢？你吃啥了？吃韭菜长头发。吃了生发剂。我要去种发了，这都联系好了。这，别说了，放炮了！天哪，你终于种了，太好了！这别再讲。那为什么我把脸贴的前面这么长？你有夜戏吗？有啊，今天都是夜戏。啥？我今天都是夜戏。嗯、哎，我们也是，我们就天天下雨。我跟你讲，哦，我们这也是，哦，对，到了那个雨季了哈。那你几点开工的嘛？我今天不早。你几点开工的嘛？今天。下午。你几点开工的？中午、下午。嗯，哎，你怎么听到了三分钟说的话？啊，你那儿你是用的啥手机？你告诉我，你是用的你大哥大跟我视频的吗？大哥大，白痴啊你！你啊哎，看这挺准，延迟要命，要命了，要了命了！我用的 drag drag。drag drag 哦，我会弹舌。用的小灵通，你用过小灵通吗？用过呀，还有一次性那种。嘿嘿，我大哥，我用的我大哥的大。你会那个吗？嘚嘚，要了命了！哎呦天哪，我这个奶奶裤子好奶奶哦。就是嘛，就是奶奶。嘚嘚嘚嘚。吃了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哈哈，嘚儿，你骂谁呢？什么？你骂谁呢？你啥？眼睑收缩夹你？这个我还真不会，我还专门去，那应该比你好。比我好个六，你比我。哎，我这个咋还瘦脸了呢？我才看到我整个，你现在是这脑壳大这儿小，我说我知道，我就说的你，我说我，你那是什么网啊？你那是一 G， 好像我，你看他听的是我一分钟以前的，对，延迟要了命了。你用我告诉你啊，
我用的是那个横店的卡。哦，怪不得，你看跟我们海南卡的，横店卡，我们海南六。你用的海南也不怎么溜，也卡。那是你那卡，所以你觉得我这儿卡。我在横店用横店卡，讲过是我们全网最快的一个网。你是在山里吧？到你这儿就卡了，怎么回事？你在洞里呢。我们这是哪里啊？在洞里啊。我们在横店最繁华的地方。在那个东阳小树林儿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？春秋战国。我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还记得。哦，你在战国时期哈。不是给你看了东阳小树林儿的图吗？怪不得，那咱俩肯定那个这个远遥远啊。你在古代，我在现代。你是古代小仙女，我是现代小野魔。然后就说，哎，怎么没有把我放大？哎，这个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放大？我看你一张大脸。我这儿都是很平均的，我这儿一块，你这儿一块，我们互相不干涉。原来还没听到。我听见了。互相不干涉，本来就是你这半拉，我这半拉。你们看，大家看到的是这半拉这半拉吗？左右半拉，是吧？为什么我是这样？你也不知道。这延迟得半天了。算了吧，充电卡就是比较太舒服。行吧，你拍吧，我就直播三小时了。也敢。你不拍戏呀、啊？你们怎么三小时让你闲着呢？基本上就是那个等待24小时，拍摄2分钟。肯定是导演嫌你烦，我跟你讲。导演想揍我很多回了。导演不好意思揍你，你没办法，就给你扔到这屋里让你候着，给我等着今晨。晚不让你开工，从早上6点就开始让我在这了。什么？我是起的最早的，收的最晚的。我敬业。还累吗？你拍的挺累的。那你要注意防暑啊，别晒晕了。我主要注意防晒。对，你都黑了，黑不溜秋的，不再白的你看起来。我现在就拿这个杀虫剂呀、啊、我就喷你。你喷的是你的手机。你快点拍吧啊！我下线了，我的。你下，你唠完了？唠完了，我都唠3小时了。去吧。这是啥呀？睡了啊！后果自己。拜拜，晚安，祝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，朋友们晚安，拜，朋友们再见，再见，马卡巴卡，下回聊，拜拜，彤，晚安，再见，小甜甜。